今天我们继续一堂这里，我们要庆祝马来西亚独立一甲子，我们在这里聚会，要展现出我们对马来西亚的爱，对不对？ 我们时常听到 John F. Kennedy， 我们美国的一位总统说：“不要问你，不要问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，要问你能够为国家做什么，这个才重要。”今天同样的，我们今天要展现这个爱国的精神，在座的每一位。 我们问问我们自己，今天能为这个国家做什么？我们今天能够为这个国家带来的怎样正能量？我们怎样来推动这个国家的转型改革？我们怎样能够在这个国家立足，在这个祖国，确保这个国家继续的勇往直前、壮大？